左上方紫色的人族刚刚获得了一场胜利的嗨呀，可能也是台下的那个鲤鱼房的画像太多了，还有一张暴力龙，导致这个嗨呀刚刚爆发了，进化了一下，放出了暴力龙的必杀技破坏死光，把 Suki 给照死了。지금패스파인더글라디에이터아즈텍그세개맵이특정종족전에서는탄적으로승리를左下对左上，这边 Soki 的一个房子是飞错了方向，不过没有关系，农民还是会探到的。네네많이준비해야돼저희가그렇죠저스포츠게임이죠저희가네네정택이어앞에한장뒤에한장이렇게준비하시면은앞에거는읽을시간좀주고페이지를좀넘기셔야되는데 아, 아이고안타깝게아그럼요뭐그거야뭐경기중간에힘들어요这个什么很二，看到了很多二，哎呦！哎，这边农民哦，先来中间看一下有没有被修野兵营，然后一看没有，很安全，十二地外双吧。所以也是很稳健的一个九地探路，毕竟打金鱼这种是吧淫荡的人族，还是多个心眼好，多个心眼好。金鱼这边是一直没有造兵营，架势看起来是要裸双了，但是第一点被人家九地看到了的话，你还要裸双吗？还是要转变一下战术了啊！这边是看到了农民的第一时间，金鱼反应非常快，直接拉了一个农民出去。这个造基地的可能性可能就不大了，应该还是造兵营，然后兵营没造好的时候就把基地旧手放下去也是可以的啊。主要是造兵营了，嗯，然后现在就上去等四百块钱放放基地，也是拼了啊！不管你这个九地探路的话，就一般不是九地，我不怕。但是基地就明目张胆放上面，我也不探路啊，还是探路了，金鱼还是去了。哎，这样的话，对，那农民要回来，哎，帮助自己这个把基地赶紧放下去。哎，现在就是无限被骚扰，还是不能探路，这个农民还是要在这里继续的起到一个驱赶成功农民的作用。看到对手的这样一个奇怪的开局啊， Suki 看似是打算要进行一个裸三开了，选择是非常的有针对性的，面对裸双的时候你裸三开优势还不一定很大，但是面对这种慢兵营速而矿，那个裸三开优势很明显，三矿三基地开局，哇，这有点爷们啊，这有点太爷们了，裸三矿三基地开，哎呦，这个是 ZVP 也不敢这么打呀，这 ZVP 居然敢这么打 ，FK 这把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战术的应对，还是自己事先就已经有所设计。这个战术如果是现在就现想出来的话，那真的很不稳。啊，这边嗨呀倒是没有说四提一攻啊，这个四提一攻的话胆子就有点太大了。不过他已经看到对手是裸三开了，为什么还不敢四提一攻呢？如果他农民没有探到的话，那还是优先要补第二兵营，不敢四提一攻的。不过既然是已经侦察到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直接就四提一攻打这波金枪兵，直接就扫你三矿没脾气的。除非是 Lurker 开局，然后也只能是防守的非常被动，到时候就很容易被空投了。不提一攻的这波机枪兵，哎，就很难说了。像以前火星的那个非主流打法，打教主的时候，把教主打一愣一愣的，对吧？直接是这个二矿开在三矿的位置，然后二矿不到基地，这么一个速科技，让人完全看不懂他是到底怎么打，结果居然是能够打赢。教主完全的被他吓到了。而且放得非常快，毕竟是一个裸三开啊，经济状况实在是相当的好。哎，这个农民你往右边跑了什么劲啊，你不来看看这个基地，你得进来看看呀，你不知道这个基地在哪儿你怎么打，这个就有点不太对了。他也是这个农民相当于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啊，不过啊还很拼，直接补到死命营啊，还是要打你，可以的啊，虽然说是没有看到这个基地的位置，但是这个农民还成功的往右下跑的，刚刚这个农民已经是跑过了啊，他本来已经来不了右下了，这个狗当时可以截 ，Soki 一个操作失误，让农民又撞回来了，把右下探了一圈，现在就已经知道对手的三基地位置了，想想也能想明白，肯定是六点钟这个点。
到时候是机枪兵直接来扫，这边还要强行的出飞龙。对，如果是一共机枪兵的话，再补到这个四兵营，这一波是你肯定防不住。现在虽然说是已经补到四兵营，但是少一个一共了，所以说还是有悬念的。看 Soki 这飞龙甩怎么样了。啊，先爆一波狗，但是这波狗很可能就直接爆亏了。这波狗是爆的越晚越好，他这么早爆了一波狗，换不了机枪兵就白爆，即使换了机枪兵也未必就能够换得转。也一把雷打闪过，看到这边是飞龙打法，那就更不着急了。第一时间是生产四个护士啊，攒能量，能量很充足。现在把这些 BE 啊，不管家里了，到时候就是一波直接打你三矿啊，说什么也要把你三矿拿下。这边的话，三矿有一个好处是在高地上，但是可以造地堡来拖。现在已经看到人族的这个兵力数量，相信 Soki 已经是有所警觉了，知道对手的这个打法肯定是兵营爆的很多，所以三矿这里是必须要补地堡的。Soki 是没有开三器，这点是做的比较不。知道自己这个三气绝对不能开，看了这波是压力更大了，还是要多踩一些钱来补地堡。哎，这个三矿能够补俩高低地堡，那这个飞龙防守起来的话还是好很多的。啊，这波精英兵太恐怖了，已经是达到了一对半的精英兵加四个护士，这么样的一波精英兵，你用九个飞龙怎么去甩？即使配合这些狗，哎，直接抢买地堡了，哇！这个金鱼又是很冲动的 A 上来了，这个稍微略显犀利了一些啊。四个护士疯狂的给精英兵补血，哎呀，好猛啊！居然就打下来了，但是现在飞龙还是有很多的，哎，这里操作操作啊，狗跟上的时间非常不错，哎。怎么就这么几只啊？这不有好多狗吗？这这，哎，这个这狗哪去了？狗崽子们呢？怎么就四只啊？哎呀，刚刚那个时间把对手的机枪兵已经是消耗的不多了，这个时候如果狗跟上的话，配合这波没有消耗太多的飞龙，还是可以把机枪兵吃掉的。哎，所以冲动了吧，太年轻了，你第三个基地老师的补家里面发展多好，也是一个裸三开，经济也好，非要去把这个基地放三矿，就差了一个地堡啊。狗也奇怪，那狗怎么就没了？稳健起见，再多补一个地堡，这波就守下来了啊。解析，没想到 Soki 居然是被黑夜如此轻松二比零带走，哎，所以说这家伙还是不够强啊，在这个个人联赛当中总是拿不出一个好的成绩来，可不行。还要吐一吐舌头，不仅要张嘴还要吐舌头啊！我今天是暴力龙状态，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哎，是在站在人身上面受了一个赛季的气，现在终于是要翻身做主人了。先从 Soki 开始顺利的进入了十六强，这十六强真是白给他，随便一打就赢了。那么这个也是为 Soki 表示一下遗憾啊，本来是一个在战队联赛上面一直表现都还是很不错的选手，不断的为战队做牛做马，结果个人联赛很遭折翼啊，继续的只能回去自行做马了，还是把这个关注放到第二场比赛了，由我们的这个 Lita 如花对阵的是之前漂亮的一个二比零战胜了 Great 的爆炸头，叫做 Paralyze 啊，麻痹。看看今天让 Lita 来验一验这位新人的成色。